是这样的，会很快。我还记得两年前在全国各地遇到你们的样子，也记得你们集训的时候努力的样子。今天我们终于出道了，你们是姐姐的骄傲。虽然在未来的路上你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，但是姐姐相信你们一定会克服困难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谢谢，姐姐相信你，一定要加油，加油！谢谢姐姐。正式出道啦！谢谢大家多多体育爱和支持，期待我们弟弟们未来有更精彩的表现。对啊，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棒的一些小孩们，然后也祝他们越走越顺利，越走最重要是健健康康，对不对 ？Boys Story 加油！더욱 더 멋진 미래가 펼쳐지기를 희망합니다. 네, 보이스토리 자요.